是咸的么？你说说咸吃，赶快传话么？晚上就带着这个做馒头了啊、哦！哎，这个好好看啊、哦！可以啊，这个要装满有点难哦。这一锅很大。我看到别人家种的菜哦，好羡慕啊。他这是种的晚，老爸的是种的早。之前我们不是说了要带老妈先回来看看吗？再回来吗？然后老妈就给老爸打电话说叫他种菜下去，所以就没菜吃了。种太早了，我们是。是，他那是种的晚，你看发芽起来都没有多大、啊，你看，知道吧？不过来这边都不怕没菜吃，你看人家家不是有吗？啊、人家家里不是有？讲什么话？什么叫偷菜？这在哪？怎么可以说偷菜呢？你看人家今年也没有什么菜了。都，不要了，行，我们现在你在就有了，把卫生打扫一下。这门我都不懂得开，开得起来吗？开不起来。哎，不行，就这样子吧。怎么天天都这么乱，我就搞不懂。我来做就好，你负责休息，看你做的太辛苦了、啊、你是被喷怕了是不是？嗯。以后你干活的时候我都拍着啊。嗯，其实我们家的活基本上都是阿伟做的，我做的都没有他一丢丢多。这个客厅之前我们已经打扫过一次了，所以说好很多。这里开始搬老古董了，都。这个箱子真的是古董哦，我跟你说，真的要留给大哥传下去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不要扔哦。看那个款式样式，看了都有年代感了，都这个箱子，这个桌子其实也有年代感了，都。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哦，老爸，这个箱子别扔。哇，真的麻烂的时候都逮过去，那麻烂了吗？老妈的嫁妆就这个箱子了啊，是吧？嗯，留着下了，这个留着，留着，到时候那个，到时候看。没有，到时候那个大哥的小孩再传下一代下去就值钱了。不懂，这享受的，我也不用我干，我跟奶奶坐在这边看戏，就看你们扔东西，然后还有女儿给我按摩，这脚，这你脚也酸，脚不要酸，这里，哦，这个不能捶，这个就痛，这里，对，这里可以捶，你看看是咸的么？你说说咸吃，赶快传话么？你大起来不脱了吗？你俺哥给你买新领的，他给你整了买新领的。老爸，好，这个帽子不要扔了，这帽子好看，真的。阿伟，你戴一下。啊？你头会不会太大？我试试。这是谁的？以前你们两个当兵的吗？这个不是的。不是吗？这样的戴帽子要准。没有好的。啊？还有好的？你这就好了吗？没有，要那个绿色的那帽子好看。哦，他们带我一下。这个是那个啥？天王。你弄开，换了缝，换缝衣。啊。这咋了？这还好嘞。老爸戴那个好看。嗯。阿伟戴不好看，就老爸戴好看，才有那种感觉。老爸，晚上就带着这个做馒头了啊、哦。
点水给他喷一下。看一下我公公的东西，你看我还看到了一个《还珠格格》，好有年代感的东西啊。刚刚呢扔了一堆比这一堆还要大堆的那个被子扔出去了，这一堆可能是婆婆他们还要的。走走，快点去调拍过来，我能做个调拍过来。今天一天是做不完哦。明天老妈跟老爸慢慢的去收拾吧。对呀，不要刚搬出来又堆满了。你看我刚刚说的给你买了两条浴巾新的，到现在连用都没有用过，你都收在里面嘞。对，这也是一条。给你买这么多啊。那地板上那边你看这个角落，这个也是都没用。走，这柜子可以不扔，到时候放在那个工具房，你可以放工具，这样子就有柜子，你就不会乱了。谁藏的钱？还有钱？有没有人藏？没人藏，我跟你讲，不承认我就是我的了。我跟你告诉你，谁藏的？我藏。说。我藏，不要。谁藏的？这有钱也不要。有钱也不要了。Cindy， 好吧 ，Cindy， 全得骂他，我会藏。我操，骗你们的！我跟你说，老妈她有固定放钱的地方，所以你别骗她。她出门她也不可能揣口袋的。老妈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啊，就在那个包里面，我知道。一天是整理不完的，还有那个新厨房那个位置一大间呢。然后呢，也没办法，弄不完也得弄。你这次你不狠下心去做这件事情，以后会越堆越多。他那个房间事实上其实已经是堆满了，只留了一个小缝走路，然后你现在都把它清出来，有可能我们回去之后还会有一些新，不是新柜子，就是有一些东西进去，但是呢最起码你把它整理出来之后，他住的也舒服一点点，会好很多。你不剪了老妈？不剪了，回家煮馒头吃了，走。